其實而家就未有根據去聯繫翻手提電話同埋患乳癌嘅風險，不過手提電話嘅安全咧都有待考證。咁手提電話嘅製造商咧都提議翻，盡量將手提電話都唔好擺得咁近自己嘅身體。咁雖然話未有一啲聯繫同癌症有關係，咁我哋一般提議翻啦，胸口袋就盡量唔好擺個手提電話喺嗰度，